8月12日，好男儿当年的人气选手宋小波也加入了父亲的行列。初为人父的他非常兴奋地在微博上晒起了小公主的美照。2014年8月12日17:30，妻子剖腹产诞下女儿，重期放妻，取名宋美仪，英文名 Mary。女儿皮肤白皙，眼睛乌黑明亮。亲爱的 Mary， 你要健健康康、快乐的成长，爸爸妈妈爱你。宋小波的妻子郭玉良曾经获得过2009年 TVB 国际中国小姐最佳人气奖，两人相恋8年，于2012年幸福完婚。如今小公主的出生也让这个家庭更加的幸福甜蜜了。新闻在线综合报道。